往自就係香港衞生署嘅物辦公室嗰度一個跨工類嘅物安全性警告，其實我有寫緊，即係不過寫得好簡單，太過簡單啦，寫得佢哋驚你引起啲不安嘅情緒咧，又話咩副作用啊？喺嗰度咩臨床發覺咩副作用對肝點唔好，但佢唔寫緊啲人冇入肝不統計嘅啫。好啦，你頭先咪講嘅呢位女士，頭先你話三個驗血嘅，你知三個驗血時就嚟驗咩啊？你講先知驗咩？肝胆素知唔知啊？肝肾啦，肝功能啦，系，肝腺啦，系，你食紧西药嚟验系咪？系咪想人食紧西药？应该验你肝功能，你知唔知咯？我唔知佢。我讲你听，因为来咧，佢本身呢个他天队咧，其实佢所谓搏死嗰个肝功能，俾做呢个还原酶，呢个嗰个关酵素咧，其实系读紧个肝脏噶。咁你肝脏读紧嗰时咧，佢有发一种酵素出现咗，叫肝酵素。谷草轉胺酶或者叫谷丙轉胺酶呢兩個酵素越高咗出嚟嘅，越高啲嘅話咧，你嘅肝細胞就死亡緊啦。佢同你檢測你嘅膽同肝係咪過高之餘咧，即係揾個藥對冇效，其實以檢測你嘅肝酵素為主嘅。如果你肝酵素過高，即係話你嘅肝咧受損太嚴重啦，佢可能會同你轉藥嘅，甚至會停藥先嘅，佢哋唔好食藥先嘅。其實最早就睇到呢個真係一個風險嚟嘅。好啦，同埋會增加嗰個癌風險嘅，呢個就係最大問題。點解增加癌風險咧？其實肝細胞本身咧都係會製造我哋個免疫球蛋白，即個白球我係打仗噶。咁你下下都破壞個肝功能，佢製造個免疫球蛋白係少咗個量嘅。呢個簡單演示啊。好啦，嗱，而家係講真係臨床喎，唔係我講喎。呢啲數據係美國噶，但你永遠係睇唔到嘅，除非你好有心炒嘅啫。美國加州大學研究綜合大型臨床數據啊，證實膽固醇嘅藥物呢個他汀量會增加糖尿病嘅風險嘅。嗱，佢呢個都有少少保守啲嘅。佢話呢個增加的糖尿病風險啊，只限於話原本呢個引有家族性嘅高血脂啊、高血壓咧，呢個人咧呢類人咧食咗呢類藥物咧，去增加糖尿病風險高啲嘅，呢個保守啲。好啦，咁啊增加癌嘅風險啊，美國塔夫斯大學教授理查德哈拉斯帶領一個研究小組嘅回顧2005年11月，總共涉及就係41,000名嘅患者，就13項試驗啊，呢個就好可怕。你話服用他汀類藥物嚟降低膽固醇嘅脂蛋白咧，個患者個機得閒個機率係每1000個人就有一個患 cancer 嘅，呢個可靠嘅，美國做過呢個嘅。好啦，同埋仲有一個嚴重嘅副作用嘅，大公報啊，呢個係英國每日郵報一個報導，300多萬嘅英國人服用呢個膽固醇藥物咧，係咪好咧？咁研究表明咧，佢嘅斯德丁即係叫他汀類啊。可能會影響智力嘅，同埋有抑鬱症同埋自殺個風險嘅。呢份報紙就2009年3月11日，而且研究表明咧，最容易有自殺同抑鬱症嘅。點解嗰位男士真實啊？佢嚟到唔開心咧，長期就係食呢個膽固醇藥，佢係唔開心。點解咧？因為我哋大腦咧，我哋膽固醇好重要啊！我哋都同你講緊嘢，我哋個有個荷爾蒙咧，就係膽固醇嘅。你下下壓抑我哋嗰個膽固醇，佢係一個神經傳導物。運動是會的，這個快樂的安網就是改善我的脂質代謝，但是變成一個適可而止。有時有一個運動很好的是太極，太極運動是最好的，知道嗎？它可以真的，這個叫大氧跑步，不是大氧的，知道嗎？跑步是負氧的，這個負氧你呼吸指數是少數的，你想你跑步的時候是其實呼吸指數，你打太極的時候那個呼吸是深沉慢嘅，呢種呼吸係有效益，調節你個交感同個副交感神經，所以血壓咧係有幫助嘅。如果話通常我哋頭先我哋建議方案就好整全嘅，有運動啦，有中藥嘅食療啦，咁我哋咧就有啲營養補充物原嚟㗎。譬如話，如果喺心腦血管病變嗰度，當然就唔係話單性啊，即係我哋都可以叫中醫所講辨證弄治。但呢啲嚟講，一般嚟講咧都係安全嘅。如果你是一般來說有些亞麻籽油啊，改變翻你個細胞膜啊，同埋血管嘅油溶性啦、啊，大蒜素啦、啊，山楂果嘅精華啦、啊，譬如花青素啦、啊，銀杏葉啦、啊，不過銀杏葉咧就要小心啲食，有呢個有咗呢個啊，呢個因為本身咧，如果係有呢個人本身有溶血性嘅問題啊，或者係內出血嗰時啊，或者準備開刀做手術咧，就建議少食啲啊，因為增加嗰個出血嘅風險嘅。嗱、啊，富含 Q 十咧，逢親我哋發覺。有心臟病的人咧，其實咧，大部分係唔夠富含 Q 十噶。呢個 CoQ10 咧，因為喺我哋身體細胞、肝細胞啊，係有呢個營養物質嘅，製造膽
原來紅谷咧，係做得同樣經理喎，但佢冇副作用喎，佢冇毒性喎，啊，所以頭先講紅谷飯係對你咧降膽固醇有效啲嘅。啊，同埋一個叫納豆激酶，有叫做納豆酵素。咁納豆激酶有咩用咧？就原來我哋體內咧其實有一個機制㗎，我哋身體有一種叫纖維蛋白酶，呢個叫溶血因子。其實每日咧，人咧有好多血栓因子，好多血塊嘅。本身我哋又唔會中風咧，其實冇有發生緊㗎。身體係一個平衡嘅，佢有一種酶叫纖維蛋白酶，就其實點咧就可以將你啲血塊就溶解咗嘅。但人都點解會中風啊？點樣就講，人上到某個年紀咧，呢種溶血塊嘅酶就會少咗嘅，同埋少咗好多發炎嘅嘢啊。我咪加落又發炎啊，有啲煎炸又發炎啊，你呢個血栓因子嗰個發炎因子強化咗，所以人好易中風，通常都係中風死嘅。有幾可食添？呢種係，即係如果呢類如果你有長期食咧，長期食咧係保證咧。嗱，好而家我都食緊嘅，每日我有兩粒到嘅呢類嘅納豆激酶，用得最多喺邊個國家咧？就是、日本，佢哋喺納豆度提取嘅，所以日本好多長壽村啊，或者人應該就八幾九歲啊，但係佢長期食啊。好啦，咁啊，如果落到去咧，我真係就推介你食呢種嘅針對呢樣嘢，呢個叫做香烤堡咁樣嘅。香烤堡。香烤堡呢個係用咗個咩？香烤堡。咁啊，裏邊有咩？嗱，記住啊，我問嘅，我俾問嘅。佢有六種物質嘅，有一個叫納豆酵素，即係納豆激酶；有一個納豆嘅益生菌；有一個富酶嘅 Q 十，再落去；有一個銀杏嘅精華。有個紅谷素喎，有個葡萄籽精華嘅素取，嗱葡萄籽精華點樣加落去啊？佢令你個血管咧有翻個彈性，好簡單免疫啊！坊間嚟講咧，針對心血管咧，通常咧即係可以一係滴個兩種或三種，而呢個產品有六種嘅，而且我見佢價錢唔貴，我就引證我營香社嗰度咧就俾我啲客户用咁啦。好啦，咁納豆激酶嗱呢幅圖啊，嗱呢個電子顯微鏡嚟嘅。記住啊，血栓因子大部分人認識咧，都係血小板，呢個血塊嚟噶。其實血小板會黐埋佢嘅血管喎。咁其實咧，呢個電子顯微鏡嚟嘅，染咗色啊，其實黑色嘅，呢個血小板嚟嘅。咁大家有冇見到呢樣嘢咩啊？呢個叫纖維蛋白，呢個纖維蛋白。咁教法沙班我講呢樣嘢噶啦。如果你製造緊惡界選手，佢咪即係止血嘅？咁止血咧，其實除咗血小板之外咧。其實最重要的物質叫做纖維蛋白，有呢個纖維蛋白原，咁啊就一個網啊。嗱呢個叫咧發炎物質嚟噶。如果驗血咧睇到呢個物質咧，你係好攰嘅。你冇發嗰個網，令你紅血球流速咪流慢咗嘅。你血結就係呢個原因嘅。如果一個人經常有痛症或者有 cancer 嘅人咧，或者肝有毒素人咧，佢特別多呢個物質嘅。所以而家另外有一個檢測叫C 蛋白反應啊，發現咗有型嘅，驗你身體嘅炎症就用呢個驗嘅。好啦。而家我哋嗰個納豆激酶咧，就係其實點咧？就將呢個物質就溶解咗佢。納豆激酶溶，佢真係溶咗佢㗎。佢所溶咗佢，即係唔係話係化變咗冇啊？其實佢原本都變咗個固體，液化咗變個液體咁樣嘅，冇錯。所以如果有食薄片嘅人咧，食呢個產品，我就要處理佢點咧？薄片就唔好食嘅，就食呢個啊，一係朝頭早同夜晚打打。好啦，呢、這個納豆激酶係適合咩人士食啊？就係呢類咯，有血脂高人啦，或者中風啊，或者煙酒人啊，糖尿病啊，有隱性嘅腦血管中風嘅人啊，咁可以食啊，糖尿病啲可以食噶，甚至乎痛風症可以食噶，我痛風症都有效果噶，因為痛風症你嗰個嘌呤咧，其實都係一個硬塊嚟噶嘛，個納豆激酶佢將呢啲嘌呤嘅物質可以溶解咗嚟噶，我哋有兩個 case 就食咗之後，佢痛風症就少咗嘅。好啦，另一個就叫做康樂寶，呢個係纖維嚟嘅。不過呢個配方就好特別，佢用58種嘅植物纖維嚟做噶，同埋佢加咗有一個品種加落去嘅。咁一般人食纖維，哎，我都食開啦，增加個糞便個重量啫。但係呢個好特別嘅，咁點咧？如果食咗之後咧，嗱，我哋個大腸形狀點樣就咁樣啦。咁屙出嚟嗰時咧，嗱，佢就係食咗嗰個康樂寶呢個纖維咧，佢個糞便嚟噶，佢係將你個腸個皺節咧幾多邋遢就黐埋出嚟嘅。你就算話，如果你一日去兩次廁所就好，因為我見我豬大腸啊，佢好多皺節嘅，其實佢接到好多宿便喺度噶。而呢個纖維可以將呢種宿便嘅嘢就黐埋出嚟，屙出嚟就一條過噶。我唔能夠話絕對發生，十個之中有三個就咁，成條落去咁樣嘅，好似唔會斷咁樣嘅。但佢又真係減咗磅，嗱我又唔係刻意追求減磅，喺個過程之中佢真係瘦咗啲㗎，本身就係，因為啲腸毒。
呢個配方嚟做體重管理同埋攞嚟啲實診咧 ，cancer 就好重要嘅。嗱，呢個係兩位男士啊。咁另一個咧就係呢個叫做血通，呢個係韓國嘅叫重針油，一陣間有個示範去做噶。咁重針油咧有咩用呢？佢真係好好絕對性，我講絕對性啊，係將你個三酸甘油脂同埋當同埋嗰個膽固醇咧嗰少少血小板咧同納豆激活嘅效果咧就可以溶解到嘅。因為我哋嗰時真係做臨床就試過膽固醇高嘅人食咗之後佢真係降咗嘅。同埋我而家現有 case 都用緊用得唔錯啊！咁甚至我嘅學方就加埋嗰個納豆激活同呢個一齊食，個效益仲加好咁。好啦，同埋喺我哋個人個心血管嗰度咧，除咗一個頭先個方案，呢啲啊就物理性嘅治療啊，就係刮痧。嗱，刮痧就好實在嘅，有痛症醫痛症。嗱，呢啲講刮痧咁淤，整容冇咁痛咧，冇啲淤血嚟噶，真係淤血嚟喎。中風其實同呢有關喎。佢刮咗出嚟之後咧，身體嗰個纖維蛋白原佢，即係頭先嗰種酵素唔係種酵素嘅，佢會多咗，知唔知啊？你激活咗多咗，點解會多咗？佢想吞噬翻呢啲淤血，即係平時個量可能只係得我比如啊個量化，可能平時只係得100cc 嘅呢個纖維蛋白嘅酶嘅酵素嚟用緊身體條生子，可能越整越少啊！突然間你多咗血塊咧，身體激活咗佢呢個酵素啊，會多出嚟就吞噬㗎。佢多出嚟呢啲唔單止吞噬到啊，吞噬你其他啲微血管嗰啲血塊嘅，所以刮痧呢個免疫療法咧係好安全同埋環保，但係係即係點講啊？係做一次嘅效果好過你有時我日日食好多嘅西藥都做唔到咁嘅效果啊！我有啲 case 咧，而家譬如話之前推緊農業嚟咁做咧，佢嗰個伸展能力大咗嘅嚇，嗱呢個係強制性最需要嘅呢個，你就可能唔知冇認識，個背脊硬曬啦。個免疫細胞，佢打自己嗰個背脊硬曬㗎。